当然我是希望说不管是什么样子形态的音乐，我觉得应该还是会有它一些生存的空间了哦。那是只是说呢，可能在什么样的心情去听，会可能会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感受在啊。所以说其实之后后面我要唱的那些歌曲啊，大家也就听听也就算了啦啊，好不好 ？OK， 好，那个感谢大家啊，谢谢大家这么认真的聆听了啊，那个推下嘛，一起啊啊。好，大家可能那个稍微休息一下啊。好，这个我要来看一下，我要唱什么歌曲啊？我先来唱一首那个有一首歌，我也很喜欢的一首歌，叫做《Sorry Seems to Be》Sorry Seems to Be the Hardest Word 啊。这首歌那个有没有人听过？现在有没有人听过？要不要？那个 Elton John 的歌曲。有吗？有。Sorry seems to be the hardest word， 很难说出口的一句话啊。好，太好了，没有人听过，我就来一个介绍这首歌曲哈、因为这首歌曲也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。那就是待会我在唱我的创作的歌曲中间呢，我会各位演唱一些比较可能算是经典的西洋的歌曲啊。好，接下来就分摆歌曲。
to make him feel. I've got to do when you scratch me.其实心里面有很多话想要说出来，可是你要说出来其实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啊。好，接下来我来唱一首那个我自己写的一首歌了啊。这个应该那种心情可能稍微不太一样啊，稍微不太一样。我说对于自己的那种一些人生观啊，就是你对看待事情的态度。其实像我这个人，其实我一直觉得，虽然我悲观，但是我一直觉得我是很幸运的一个人啊。因为其实不管怎么样子的状况，怎么样的环境，我都觉得哎奇怪，总是觉得啊那种上帝的眷顾一直在我的左右啊，就是可能在我最低潮或者难过的时候，或者是非常需要帮助的时候，甚至是在我觉得我已经快要不行的时候。都会觉得感觉到上帝会突然伸出他的手，哎，就抓起了我，那种感觉啊。那所以呢，我为各位带来这首歌曲，也是我说在网络上可以听到的一首歌曲，叫做《Lucky Man》，幸运的人啊。当然，其实这个有一点点自我嘲讽的意思啊，就是其实有时候我说人也不用想的太过于悲观，就是可能OK， 其实我还是不管怎么样，我还是觉得我是很幸运的一个人啊，因为还是有朋友啊，一些好朋友，一些喜欢玩音乐的朋友啊，会在后面支持你啊。OK， 接下来就为朋友带来这首歌曲，幸运的人呐，Lucky Man， 还有没？那其实因为如果用为什么要叫 Lucky Man 呢？因为我实在是想不出来有什么最比较好的形容词了啊。如果说各位朋友觉得说这首歌的歌名应该叫什么，你可以去网络上，你可以给我一些意见，好不好啊？就那个你觉得歌名可能要这个要叫什么歌名会比较好一点啊。接下来有朋友带来这个曲《Lucky Man》。生活，一个人
睡就要两颗枕头，接下来的日子该怎么过？打开抽屉，剩下几枚铜板，拼拼凑凑。清晨三点，又走到便利商店门口。给自己一个出门的理由，却没借口，只好买碗泡面解解寂寞。我却化解我完美的情人忧，心口许下承诺的说，给我最多温柔，安静守候，这位老天终于良心发现有。幸运的是我，他的名字叫寂寞。拼凑凑，清晨三点又走到便利商店门口，给自己一个出门的理由，却没借口，只好买碗泡面解解寂寞。我却望见我完美的情人游，幸运的是我，幸运的是我，他对我心口许下承诺的说，终于良心发现有。幸运的是我，幸运的是我，我的情人，他的名字叫寂寞。我的情人，他的名字叫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好的，来看看。